来哟来哟来哟来喽喽喽！哎，那我手机有没有赢啊？哎，我买 iPhone 四，那什么？赢了赢了！哎，赢了耶！你最赢的，我们才13而已。对啊，我们才你赢了赢了。有人逆转。早知道应该早点坏掉的，然后才能用14帮我们拍照。我这边被逆转，这边被逆转，马上被逆转。这一年就被逆转一次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对，没有过好。我哎，这哎又是一个。还都这样子，一年注意，一年注意。这是来，有时候会出那个小飞机啊。这里是什么 ？E2 啊？对，是来，这是来刀海峡，没有打去买。漂亮，破东西，皮类，破东西。不要日本买，那蛮危险。然后买买吃鸡，来打海鲜，这比那个关渡大桥还大。然后我有时候，定的。然后关渡大桥，看，我定的。我这样生活下去，可能被人发现。没必要，我连我连多花点钱，我也不能。顺便拍照，不能偷拍被发现，偷拍被发现，这太严重了，我要咔咔咔。好漂亮，还说要停下来，停在哪里啊？是啊，它有休息区的话，你就可以去。这是景点，这是第一个岛而已。第一个岛，因为来的时候你就是停一个漂亮的。对，现在在也没有停过。啊，真的再也没有停过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太爆笑了。这人在骑脚踏车没有？哇，有这种行程啊？骑脚踏车看到了算了，因为你看没看到已经被阿姨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你自己心中要有一把尺，你要找怎样的女生、啊欸。对对对，后来他分手之后，我们仔细分析这些点，发现真的分析，他分，好你啊，阿昏啊，阿昏阿昏，然后后来其实发现，其实这个不是真的，不是我喜欢那种 style， 因为说真的，你喜欢那种 style 是那个在帮家里卖烧烤。没有啊，确实没有，没有啊。重点是你，起码虽然说钱不是万能，可是你起码要有点。那太夸张，就是量入为出了，连这个奥斯卡买不起。而且他二期，跟王姐一样，跟王姐一样，笑了，他比王姐还惨，他比我跟他比王姐还惨。为什么王姐没有多吗？王姐哇，有小朋友在骑脚踏车，智商到拿定，拿贷款去。没有没有了，我觉得他如果更惨了，其实有可能。他上次有一次差点接他接到高利贷，这个他借高利贷，上次有一次接到高利贷，他到时候都不做，他忙密我就要还钱了，他忙解掉，他就不借钱给他，忙借他给他，跟朋友之间最好不要有钱的交集啊，这样子有感情以后有那个朋友的情谊也会不见了。高利贷他超级高，他跟我讲超级高了。他们都忘记了，反正那一天，我想要知道，我想知道高利贷多可怕。那我就忘记了，我那是光给光福利啊，他一个月然后福利的、啊，超高了。我觉得高利贷一借就变少了，借三万就是几万，没错没错，先借先亏利息啊，对啊，先扣利息啊，没错、啊。嗯、而他们说他在一个车上还干嘛？为什么会借到高利贷？我怎么知道？缺钱。他是去哪一种线上的还是？